到了这个给牛储存草的季节了，这个给牛弄的草多了，这个做存储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。像现在我吧，最主要是做这个青储和黄储，但是有的草，直接做黄储，效果不太好，需要加发酵剂或者是，跟玉米秸秆掺着弄，就像我身后的这个花生秧。花生秧大部分都是晾干了粉碎保存，但是每年这个季节容易下雨，一遇上连阴天，就都烂了。所以我一般都是加发酵剂做黄储，这样做比干的营养价值也高。现在每天都是白天给别人加工这个花生摘果，晚上加班打包。以前这个花生秧都是加发酵剂打包的，也有和玉米秸秆掺着打包的，弄出来的效果都挺好。前一段时间买的那个甜玉米的下脚料，因为水分比较大，现在是掺着买的这个草打包，因为这个花生秧的水分低，掺上这个草，这个水分正好。要是用发酵剂的话，还得兑上水，往这个花生秧上泼水，要不然这个水分太低。像我们在农村养牛的，为了降低这个饲养成本，就得充分利用我们身边的这个农作物秸秆。现在农村养牛的人少了，这个农作物秸秆都没人要，我们利用起来可以增加我们的养牛效益。